就好事。现在这是游戏的开始。不不天降哦，如果心不准哦，那边会见报一声息穷死之人，我必须要辨别答案。就气就气就天地间最至高两代尊才，即将一决胜诉，此前贵昂就混沌吞噬光明，就是正义的绩效，有滴精彩结果，请勿错过我们的报名戏。霹雳疾风最后第二章，终身之决，霹雳疾风。